我也叫放眼走了不？没眼就进呗，走。要放的话，他也应该要放掉的。哎，感觉能吃到，感觉能有肉吃，真的有肉吃。应该有，只要正常一点。对面不愧应该有，这对面不点眼，我们五个战士，我操！哎，愧了，没办法。上了上，溜了，对面溃了。感觉要不别走吧，只要他们一级有点垃圾，我感觉走了好亏哦、啊。我们三个远程还是继续吧。应该是没眼，他就盲 Q 一下。哥，溜吗？搞不搞？你看他一直可以耗我们，我们耗不了他。只要打不出结果，走吧，我们去上线吧。我走了。直接经验去，还行吧，没有，我们肯定也没办法打 buff， 这应该有眼，他们漏亏了三个，是，这应该有眼，我操。CD 好长，你站下面去，让他用 Q 兵，他学的大，他学了一，学了一，难。我操！我真服了这一招。我操！老子他妈车漏了，我心态崩了，你知道吗？哇，真的心态崩了呀！是压得挺爽的，他这样打也不好下。哇，这么能飞到哇！他们这爆炸了，有点。下 Q 门。你可以 Q 他，你 Q 他的话，我一没打断到，不然这猫有点要死。我操！这个 Q 到他治疗没有？飞吧，你打野来了。飞跃。我留个 E 的蓝月。也有点问题，暴你应该不会死的，他一太早了，让塔同时普攻就行、等一下，我 CD 也好，我两个差两秒钟 CD 好，我们肯定不会被换的，但结果还行。你是配了两个，舒服了。没办法，我也不想配。哎 ，A 一下 ，A 一下，兄弟。捏吧捏，我刚才其实放个眼地的，防止。这一定还有闪。我操，这是他来打的，我接受不了。你再来不会，哇，好无聊，我被他恶心到了。我跑还不行。
我还有双招，我都没招。啊，马上来，马上来，没事。哎，你还不在是吧？是的。哦呦 ，AD 没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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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他妈勾巴差点把自己玩死了。没事，接下来接着聊。我靠！没事啊，皇子来感觉能操作，这不随便操作。暴击，他这波下路已经二了，下路。我们中单没撞死，我跟一下这个暴击。行吧，我这波留点蓝吧，我陪他们过来打一下，或者月下吧，我留一点蓝没用。下路可以约我，等他吃完了，等他吃完就好。我来一口，来一口。他走了，那算了，我们自己聊。说不定回吧。可以。黄子，黄子，黄子。走吧，走吧，黄子来。黄子有六，黄子有六。射别。抽枪，抽枪，抽。我这盘要出狂风之力嘛，感觉也没什么用啊，狂风之力。狂风之力也出不去他的大招，你就出海妖吧，他就应干你的话，我们就直接杀。海妖吗？盾弓吧。哦，盾弓是错的。他真应干你，我们就直接杀他。狂风也出不去他的大招。还好你有个沉默，他们一窝蜂进来还行的。他们其实伤害。上路这两兄弟不走吗？卡牌直接飞啊！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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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我操！他把牌给猫了。怎么了？没事。哎，兄弟，我们是，算了算了算了，我们是有。我有沉默了，你要定他都可以定，他现在一没好吧？但我这武器我们俩伤害不够啊，应该还是有伤害的，他装备不好，我现在伤害可以，我一个 Q 还是有伤害的，慢慢压一下。他们皇子不在的，我操，我刚被反一两个。哇，嘎饼！下路走出去了，应该是。那我先手大有点太蠢了。打石头吗？打打打打打，我武器还可以。怎么都没人管我们的？这把是真没人来抓感觉。嗯，房子还在上面。说实话都不想走，感觉没人能玩我们。在这边赢一下，等我下个沉默，我沉默好了，他出来也没搞。那再走两步。那这兄弟俩不费什么？走了半步。伤害是正好够，你知道吗？真真好好正好够。这房子能不能来盖我？先挑战一下。对呀、啊，这房子为什么可以一次不来啊？
他真的不抓我们的，第一次他妈玩下路玩的这么输，第一次没有打野来干扰的，他都不来干扰，他们下路怎么玩？我说盾弓是真得等，兄弟三十块，你先走。你等吧，我先出去。真得等，真得等。我去中吗？我说我可以去中，卡牌还回来了。好的，我在看上午。我知道。要突然我脸上有个黄子，吓得我。我再挂了，再挂。我再来，我挂了。哎呀，战斗啊！我流程过什么东西啊？怎么一直红牌啊？我来过，没大。这样我们杀不了一个人，好假！没闪了，一定没闪。好下吗？来了来了，算了，哟，第六球兄弟，兄弟，呜、哦，抢到了！他怎么又完了完了呀，兄弟？他记恨于我了，我操！我把他红抢了。兄弟，红牌大师，我操！这卡牌一直在丢红牌，你知道吗？你这人卡牌有点问题。出个警治疗。王子下一波应该会搞我，我把他红抢了，应该挺生气的。对，他妈不会是那个人的角色。是我怎么敢过去？就是停在这。那这啥意思啊？一个主播。你女朋友？不是，斗鱼的一个主播。可以啊。搞他们不？有信心没？好、哦、我应该没被看到。哎，你的队友好，我想给你定一个。杀不了，我们都不想定他，我只想留着跑。我跑了。我也跑了。这么满血的没欲望。这皇子这我盖过你兄弟了。你没闪。你没闪，感觉是要搞你。哎，什么声音？感觉这个什么鬼谷是想开我们。他还有没有胆子飞一下？我操，肉身开团不飞。卡牌啥呢？真得干这波。快点！我三一秒，我下一个拿不就好了？哇，我们的卡牌飞去哪儿了？他没用的，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我都去卖了一下。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哎，这样没上，这么猛你们，跑了这两兄弟都。卡牌玩的好臭啊！就我卡牌绝对玩的比他好。兄弟，而且他是红牌大师，没大刚刚，我刚也没大，有大就好了。他是个红牌大师，我大没。是的，他不丢黄牌。
下播，我这波有大有治疗的，应该没那么好伤，就差一点。装一下，这把我们这把没人开团，感觉你可以去钓鱼。什么意思啊？感应人的，这帮主义的，加的血有点多。哇，他俩胆子是真大，我觉得。我操，这个暴虐！我有点难过啊。这打成功，要不他们在打？哎，这 AZ 有机会飞吗？飞。距离差一点，哎，距离是差一点，这有声音。房子可能会过来，你们，你们下去吧。哦，我把中路这两个。我去这边。没了你。我操！我没用大，他妈的，这个人，哎呀，我傻逼了。他胆子有点多。哎呀，我这波傻逼了。上不了高了。也是没下去，下去这塔就掉了。推上。兵线没。先推。先推。先开。两个阵营，去他们红，把他们红吃了。那我逼了。打起来了不？没有，可以走。带下线吧，如果不想回的话，我可以带下，这下法可以帮。我们这上路待太久了，我们刚刚随便去一个人下路，他妈转掉了。第一，不推下塔的话就不。什么意思啊？让他们要草上了。哇，我就差一点点钱就能买。我放先锋了，他们应该要把二塔。刘志远。不会这么大胆吧？这一波上，兄弟在线了。房子走了，刚吃完蛤蟆。推吧，哇，对面也不打架，搁这玩运营的，兄弟们。没事，该打的还是要打。这波来，这波这边就可以冲去。我第一个冲，哎、啊，什么意思？右边那两个。是吧？后面王子。白他冲大了。他没到。哇，这什么意思啊？兄弟们干什么去了？我们卡牌人的开个大啊，怎么开个大走过来的？我说实话，这卡牌有点离谱，我就没见过他主动大招飞人的。他不飞啊，他主动飞狼人，我感觉我们也能打的。我就这样子被硬杀了呀，我好痛苦啊。我尽量加血，这卡牌绝对有问题。我这波已经很多的血量了，都硬死。我叫下路第一波，我见过这个卡牌主动开大飞人，后面我就没见过他主动开大的，他可每次开个大都不飞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哦，这个皇子自己出了个那个剪辑聊的也挺骚的。这猫也有。我没治疗，有大蛮，搞条龙吧。这蛮这么稳的话，就吃龙。王子，王子，王子。可以。都没闪了，对面先开一口，没人能开啊，我们这卡牌都不丢黄牌的，也不开大，也不会开大劫飞的，我们没人能指望开啊，妈没牌了，不在你咖啡啊，黄牌，黄的出来，可以。不到了，追一下，追一下，追一下，太难了。大龙吗？哇，大龙，大龙，大龙。没事，我把大了。现在时间有点晚了，算了吧，感觉来不太及时。我觉得大招留着不对劲啊，要庆祝一下。时间来不太及，打的话，很逗火。这是想来啊，这两个。我毙了，两管是吧？他们应该想看大龙，觉得我们开。哎，皇子在这里，皇子在这里，右边皇子，我来了，我来了，你可以卖了，二招反开你，哥们整个人都是麻的，哎，我们可以开大了，试一下吧。掉不了血的应该，冲吧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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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哇，这什么？我操，我不太清楚这英雄。我实在哇，我不太了解这英雄。我操，这英雄什么东西？我现在知道他技能。完了。我操，我是真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这英雄技能。我操，我被开了。弄到你就会一定会死，一定会被开，会被沉默。这我有点尴尬了。我被他秒了。杀不死，我这波武器也很糟糕。他过来把我恐惧了，我不知道一放自己脚下的时候他能不能恐惧我，不能的话他应该会死。我放自己脚下的话他恐惧不了我的话他应该会来送。别小心。哎，这盘这边这阵容我也玩得很难受。我的手太短。没有操作空间。都是直接被盖住就出不去了，然后他直接打别人。多少秒了？一分钟，还有一点时间。
子就把他把裹谁，这是黄胶衣服盖我头直接闪。都杀人输了，现在伤害有点高了，其实。嗯，有点高。不过我们这波都……我们如果被他那个技能碰到的话，感觉就出大事了。我得不死，我不死才能救你。我操，汽车人，我操，简直了！是我们俩别站一起就行了，他最多开我们俩其中一个卡牌，火炮也不好开，卡牌卖一下呀。别开别开别开，哇哇，我这他妈的能空大，我这波能空大，我操！反正我们可以打，拿出来打，能打能打，我打我打。我说我武器很好。狼人应该还有大的。什么意思啊？没事没事，赢了赢了赢了。我这二十八。这个二年的刀，我骗他二年，我操！我说早点用闪了。不过我们是真肉啊，有加血，真肉啊，我操！兄弟，能不能推个高啊？哦，我这一波打了3600，现在。我小心一点。推吧，我觉得卡牌有火炮，人才不往他脸上走。好像可以推啊，好像可以推，能的能的，这塔肯定能推，塔可以推，我想推，这帮子塔走，我下我没双招了，嗯，要买表吗？啊，这兄弟定了是吗？要不直接继续啊？算了，回吧回吧，他们不跟我们打的话应该动不了，你得用那个一我救赎了，我回家去，我一窝回去出了两件大装备，很勾巴夸张，你这装备就以伤害碾压他们打你就直接硬了，他带着概率我直接往脚下扔救赎扔，没闪，我小心，他这波可能搞我。怎么说啊？我们现在，我说实话，莽一点嘛。对啊，我们兄弟们怎么都在？我感觉他盖就盖了，盖三一了呀，已经。无所谓了。这已经在一三一了，怎么就？我们俩不站一起就行了。嗯，他要盖直接给他盖。他盖你，我是包说的，盖我你能救我，还不错。黄子捞，兄弟们，卡牌飞去中路干什么去了？这不，他开个大飞到中路去了，这什么鬼？能不能站？可以啊，肯定可以站。哎，我不能站得到的。你们随便站，我不能站第一个。大龙吧，大龙吧，大龙吧，反正推不了啊，我不可能A塔。
我想走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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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想杀人啊手痒的意思我也好想杀人啊你们反龙吧我直接在这第一我必要去大龙我操他一直用一了我操他敢用一我操我就不住了走有点嚣张啊怎么感觉他现在应该怎么这么嚣张啊啊直接开这波不可能跟上次大龙一样了我真的是直接扫完了他们真哎先抢一波中线吧这个这波中线先抢、哦、抢一波我抢一波哎这开啊你卖一下吧 我不能卖这位置我不能卖这敌出去啊总得有个人出去啊这是敌怎么不出去啊能给这边推线的大龙大龙哎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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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也是一次你又抽红牌你三下死了一波吧一波吧一波吧一波一波哎可以飞大没了大没了闪现黄牌这不守了吗直接守不了吧他们应该操作一下不少人呢这房子都不回家了哇我又空大了吗你这个大空的